狗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你说你吃大份，我吃小份，你还上来抢，你是人吗你？一吃饭你给我俩磨叽，磨磨唧唧干啥呀？快吃你的得了。我吃啥呀？妈，你瞅瞅你儿子，把我饭全折了，你说我吃啥吧？人家这有份剩饭，一吃饭就吵，一吃饭就吵，瞅你我都闹腾。那也不能怪我啊。嗯。干哈？起来。啥也没有，我就放心了。干哈呀？你这不留后手了吗？你说你给我扎我啥呀？叫我俩发欢一天呢，这玩意儿，你说给我俩整事儿呢？这是我自己瞅，你赶紧给我留口，你给我留口，留一口，留。妈真香啊！这你别笑，机会来了。妈真香啊。你那啥味儿的呀？你那不有吗？媳妇儿，你这米饭用啥给我炒的呀？白婆菜呀。这么炒这么好吃啊？以后就给我这么做啊。我没听见。姐妹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全家都比较喜欢吃的仓厨家的这个外婆菜啊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没吃的家人们，我真的建议大家去拍单尝一尝。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，有萝卜、芥菜、雪里红，没有添加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啊，全家呢都可以放心去吃啊。而且呢，它是吃起来鲜香浓郁，干净无沙，直接呢开袋之后就可以用它炒菜了。我们可以用它炒个菜呀、炒个饭呐、炒个鸡蛋呐、炒个蒜苔、炒个肉都是可以的。拌饭拌面更是绝绝子啊，不油不腻啊，特别的好吃。今天太合适了，之前9.9给大家发这个两大袋，我已经觉得很合适了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9.9都整整到手这个5包啊，太合适了！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你吃没吃饱啊？这回我可是吃饱了。你吃饱，我可吃了啊！你快吃呗，就闲着吃。哎呀，彪。你咋这些红烧肉呢？我哪知道啊！哎呀妈，我防不胜防啊！今天你一口你都吃不着，给我。竟然被你看到了，那我就得换个地方藏了。一天到晚就知道吃独食，今天就看这烧鸡和你有没有缘了。这你别笑。先用面条盖住。有人。干嘛？妈，吓我一跳，干啥呀？我吃这个。哎，这是剩的。我就愿意吃剩的。那有好的不吃，你吃剩的干啥呀？我就愿意吃剩的，这剩的香。你不吃这个？我不吃。谁家也不吃？我不吃。好。你以为我是傻子？今天这烧鸡是我的了。这可是你自己选的。造孽！这新煮的可香，你尝尝。我不吃，你听不懂啊，磨磨唧唧的。你就是个白眼狼，咋对你好都白扯。妈真香啊。这你别笑。
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今天这个烧鸡格外的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你咋不吃呢？我这水果没吃完呢。来，媳妇儿，这还一盘呢。我不吃了，给你吃吧。给你吃，来，我这有。你一盘都不吃啊？我不吃。老公，咱换吃呗。不换，我就愿意吃这剩的。这个好吃。我不吃，我就吃我这个。媳妇儿，我看你这辣酱拌面条挺好吃啊。嗯，好吃啊，可香了。那你等一会儿给我留点辣酱。行，哎呀，那都不是事儿啊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可用它拌个米饭呐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，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、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元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再盖上，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小姐们赶紧去拍吧。媳妇儿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吃饱了，你去看电视去吧，一会儿我刷碗。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啊，终于可以吃烧鸡了。喂，这娘们儿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回来，你看我咋收拾你。我回来等呀。不是，我这。你干啥呀？你瞎呀？你看不着啊？你天天吃饭整这出，你要不要脸的？你上来你就折啊？你是个什么玩意？你说你。给我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啊，给我火吃吃！儿子，来，妈给你准备好吃的了。呀，有烧鸡呀，妈！哎，我吃烧鸡，我吃。你吃，这是给我儿子准备的。儿子，你先等会儿再吃，你这功能吃消停吗？对嘛？哎，你俩是啥人呢？好人。今天包子都给你吃了，便宜你了，你偷着乐去吧你。造孽！你给我等着呀！我是吓大的啊！儿子，妈的手机不好使，你来给我看看来。妈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吃完饭的呀。你看，你快来得了，这都不好使了。你别笑，你作死，你作死，俺这当你害。我对你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今天给你好好上一课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不是自己的烧鸡就是香。赶紧收拾一下，
有人。这一天真是没事找事儿。算你识相啊。几句话废话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我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你能不能少吃点了？我还没吃呢。你给我撒手！撒手！这是我买的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所有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用它拌个米饭呐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、肉类、饺子，当蘸酱，炒个菜，加个馍，不仅好吃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呢特别方便。在这就有人在家。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小姐们抓紧去拍吧。吃点饭可真磨叽，吃完了就赶紧走。走就走，你别笑。哟，我烧鸡呢？变成鸡骨头了呢？又是这娘们干的好事，这娘们你给我等着，今天我不收拾你，你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。我今天，我今天让你知道。